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39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第五行啊，普贤行愿品愿，从这看起啊，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是故敬业行人，应于众生广行饶益。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经文义理很深很广，学佛不是把这个经读熟了啊，听明白了，这不能算是了事。佛在经教里常常告诉我们，信解行证，这是佛法，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原则。听明白了，读多了，我们才能够断疑生信啊，建立信心。有了信心之后，还要更深入的去理解去体会，然后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啊，工作待人接物，念念行行都不离经教，这叫学佛啊。这样学佛，你一定会得到法喜啊，欢喜啊，能够真正得到法喜，就是过去方老师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是最高的享受，我们有没有得到啊？这常常要反省啊，真得到了，你渐渐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会有佛菩萨同样的受用。啊，这个时候感恩的心呢，自然就升起来了啊，才知道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对自己的恩德，知恩报恩啊，
行愿品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啊，菩萨怎样能够随身众生呢？持戒啊，具足众戒，不犯位仪，就能随身。啊，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供养诸佛。为什么？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随顺众生就是随顺供养诸佛啊，修随顺这个法门来供养诸佛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没有看到，学佛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什么原因？功夫不得力啊！换一句话说，你不是真学佛啊！真学佛的人，时间不必长啊，一般有3年的时间呢，就能契入境界。啊，5、6年呢，那就很明显了。啊，真的得佛法的受用，得佛法殊胜的利益。啊，因为你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要不要尊敬？要尊敬。啊，佛是什么？佛是自性呐。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圣先贤也知道啊，啊，告诉我们，本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啊，中国圣人讲本性本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同样一个意思。啊，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这个善意思很自小，自下啊，这个善就是佛的意思，就是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三句是同一个意思，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那本善，善是什么呢？善是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善啊，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这就是佛啊，这就是本善啊，能不尊敬吗？啊，所以随顺真诚恭敬，对一切众生其实是对自己啊，对诸佛菩萨了也是对自己啊，啊，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全是从自心里面流露的
啊，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因此，人一定要懂得自爱，才能爱人。啊，换一句话说，对自己都没有慈悲心，你怎么可能对别人慈悲呢？啊，为什么？慈悲爱都是心的，啊，自信里头本有的，迷失了自信呢，把心得变质了，变成烦恼，变成了业障，啊，这个错了，啊，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回归自信，啊，宗门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你就回归自信了。啊，所以祖师大德说，菩萨证到究竟的果位，归无所得。他有没有得到的？没有。一样也没得到啊？为什么呢？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迷失自信，这些东西虽然有，你得不到受用啊，智慧变成烦恼了啊，德能变成造业了。相好变成六道三途，你在那里受果报了。啊，迷了他变质，觉悟了他回归正常。所以叫归无所得。啊，那换一句话说呢，你全都得到了。就这个意思，得到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所以佛才讲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菩萨最可贵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行为都能跟心得相应啊，还原观上说得非常简单，只讲了四句啊，容易记啊，这四句是总纲领啊啊，第一个是随缘妙用，妙用觉悟了，迷了就不妙了。六道众生、设法界众生没觉悟啊，不能成妙啊。啊，化身菩萨真觉悟了，那才成妙。真的是妙用啊！啊，这是自己悟了。啊，这是用在什么地方表现呢？威仪有责，对，表现在外面。啊，威仪有责。就是经常常讲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净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就是
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二条，第三是讲我们处世待人接物的心态，什么心呢？真诚心，不是虚妄的，用真心。态度呢，柔和。孔子的学生赞叹老师的德行，跟佛菩萨所说的没有两样啊，温和、恭敬，温良恭谦让，善良。恭敬、忍让、节俭，在还原观上只用了四个字：柔和之至。最后一条，待众生苦，那就做好样子给众生看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的八相成道，那是待众生苦啊！那是一个佛门弟子，真正修行的好榜样。如果我们不常常想着，常常体会，认真的学习，那世尊这个示现不叫白示现了，没人看出来呀，没人看懂啊。我们到哪里去学习？我们对于世尊身心言教啊，要有深刻的体会。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我们自己就成就了。所以下面说，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普贤菩萨教我们的，是故敬业先人修净土的同学，应于众生广行饶益对一切众生，无论他学什么宗派，无论他学什么宗教。为什么呢？他都是众生。众生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广大。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称之为众生。你这范围多大？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宗旨，怎么个同法？有情是众生，无情也是众生，它就同了。我们现在讲动物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的，植物、花草树木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矿物、山河大地，乃至于自然现象，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生这个意思广大了，对于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
都要随身，都要供养，都要尊重，都要诚实。这叫尊重诚实如来，如来是自信。修学大乘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啊，对这个离事不知道，底下你却做不到。啊，应于众生广行扰仪，你做不到啊。啊，你必须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事实真相明白了，你就做到了。啊，你心里头真有。下面两句，所作善根，悉施于之。啊，指自作之一切功德与善根。啊，通通都能够回向，布施供养于一切众生。啊，帮助他们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果，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是破迷开悟。众生的苦从哪来的？一因而必止，是从迷摄本性来的。本性本善啊，迷摄本性。他的思想、见解、言行，通通错了，与自信不相应，与自信相违背。啊，这就叫造业受报，苦从这么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明白了。啊，诸法实相啊，搞清楚了，他的思想、见解、言行纯正，啊，不偏不斜，与心得相应。这就得落了。啊，像大乘经里面佛常说的，常生欢喜心。啊，一切时一切处，你都欢喜，你都快乐。啊，这才叫真正的幸福美满啊。真正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只有佛菩萨才享受到啊！啊，你要问什么原因？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他不迷了，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要想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你就得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于是我们看到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啊，成道之后啊，他实现了30岁成道的啊，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佛陀79岁圆寂的
啊，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了。这是他一生的事业。啊，佛到这个来世间干什么的？是来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是来干这个的。众生的迷破了，悟开了，就离苦得乐了。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最伟大的布施，对象是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这叫佛事，就是佛门的事业。佛门的事业是教学。啊，教什么？教人破迷开悟。为什么？为众生离苦得乐，不就搞清楚、搞明白了吗？那佛教是不是宗教呢？你说它是宗教可以，你说它不是宗教也可以。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他的所作所为。啊，用现代人的话来说，释迦牟尼佛是教育家了。啊，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你们看他一生是不是干这个事情？啊，他的身份呢，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啊，他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信仰，男女老少，只要想跟他学，他全都教。所以他是多元文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跟他，他肯定帮助你破迷开悟，让你离苦得乐。啊，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无论在家出家，啊，一定要懂得。啊，人家问我们，佛教是什么？总得说清楚啊。讲明白了，真搞清楚了，人能不学佛吗？人生头一桩大事就是要学佛。佛是什么？佛是智慧，是觉悟。你要不要智慧？你要不要觉悟？没有智慧你愚痴，没有觉悟你糊涂。啊，你愿意做个糊涂人吗？你愿意做个愚痴的人吗？啊，不愿意，我要智慧，我要觉悟。那智慧觉悟，印度人叫他做佛陀。所以佛陀，佛教是智慧的教育，是觉悟的教育，这哪来的迷信？啊，对佛法认识不清楚，说他是迷信，冤枉了释迦牟尼佛了。你冤枉他有没有过失呢？
这得要背因果责任的。啊，我们这里不谈因果，肯定有因果责任。那因果责任果报是什么呢？不相信智慧，不相信觉悟，他生生世世愚痴啊。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所以自己造作一切功德和修集的善根，通通都要回向给一切众生。啊，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回向菩提，回向菩提是自己。啊，我一切的这个功德，我不求别的，我只求智慧。智慧能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啊，在菩萨道上，啊，从实信提升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等觉妙觉，啊，我就为这个，其他的全放下。为什么？其他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法跟你讲的这个东西是真的。真的生生世世带得去的，假的带不去的。啊，带不去的我们统统不要，全放下了。啊，带得去的要认真，要努力。如密教行人，愿集之一切功德了，悉施一切众生，众生一切罪苦悉由我代受。这很了不起啊！啊，黄念祖老居士是密教的上师，啊，在贤教里面我们称他老居士，有点委屈他。啊，在密教里称他金刚上师，啊，所以在贤教应该要称他是菩萨了。啊，那么别人也没有特别尊重他，啊，也没有恭维赞叹他，他还这么辛苦的在那工作，兢兢不懈。他为什么？他待众生苦，啊，今天众生真苦啊，众生不认识佛法。众生不知道恭敬佛法，啊，那学佛的人，众生不恭敬呢，这是应当的，正常现象，啊，不奇怪。啊，念老能是普通人吗？普通人能写得出这么好的注解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啊，他的老师下莲居老居士，贤教称他居士。他要不是佛菩萨，能把无量寿经一千多年来五种原译本
没有办法汇集成一个好的本子。啊，过去有人做，宋朝王龙书做过，啊，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做过。不容易 啊！可是这些本子都有瑕疵啊，瑕疵里头最重要的取舍不当，所以不能算是善本啊。夏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啊，汇集成之后，10次的修订，成为这个流通本。梅光熙老居士的序文里头说得好，对这个汇集本之赞叹。不是虚妄的。世尊末法9000年当中，真正能够得度，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一生证得无上的佛果。他说就是这部经典啊，就是这个汇集本。才能帮得上忙啊。啊，中国在过去1000多年这个本子无量寿经。依照这个本子修学的人很少，为什么？没有好版本啊，所以大家都用《阿弥陀经》作为主修的法本啊，《弥陀经》三种注解。啊，用《弥陀经》这三种注解非常重要。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你要认真学习。真正懂得净土的奥义啊，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坚定大愿，往生不退成佛。啊，这个本子出现了，他殊胜的功德绝不在苏超要解之下了，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啊，我自己有亲身的体验啊，弥陀这三部过去我全都讲过啊，苏超跟要解都讲过好几遍啊，对净宗的欺辱
还是在这个本子、这个注解里面提升的。我们知道这些大德确确实实将众生一切罪苦他承担了，他代受了。那我们想到这众生还受不受呢？众生还要受啊，但是众生所受的报减轻了，如果没有这些佛菩萨来帮助我们，众生的苦难很重啊。这一段事情只有其如境界的人他知道，像夏老黄老他们晓得，他不知道，他不肯干这个事情，他知道，所以再辛苦也欢欢喜喜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啊。幕后这一句忆佛念佛忆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阿弥陀佛是谁呢？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这一句话我们不能谦虚客气退让要像古大德那种态度直下承担阿弥陀佛这一句话是梵语，这什么意思呢？不是不能翻呢，实在是尊重不凡所以用音译要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慧，翻作觉悟。那阿弥陀佛的意思，无量智慧，无量的觉悟，就这个意思。无量智慧，无量觉悟是谁呢？是真心，是自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里面，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很好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德是德能，相是相好。你看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具足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叫阿弥陀佛。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只是你现在迷失了所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都可以称，只要是佛都可以称作阿弥陀佛通号，
它不是专门的好。那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阿弥陀佛呢，它是法藏比丘修成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我们可以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得给他加个名号。要单单称阿弥陀佛，我们习惯了，也都是知道这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是法藏修成的阿弥陀佛。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了，成佛的名号也是阿弥陀佛。现在修行呢，就我们称妙音菩萨。这妙音是本经末后一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大家受记的。妙音是什么？妙音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妙不可言呐！所以我们要学前面所说的二舍王子他们这些人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心里面就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前面有例子我们要跟进我们也像阿舍王子一样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这就对了。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你完全错了。这是我们不能不懂的。要认真，要努力。这一篇是讲往生真因呢。没有因，哪来的果呢？一佛念佛决定不能中断呐！意识你心里面想佛，念是心里头真有佛。该念佛妙显，众善中往乃妙中之妙，尽中之尽。这个尽是什么？尽路啊！没有比这个更近的路，没有比这个更快速的路。下莲宫给我们实现的，黄念老为我们实现的，这两个人通宗通教，邪密圆柔到最后一招呢，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天台的智者大师，法华宗的祖师最后往生，他是念佛往生的他没有修止观元朝的中峰禅师三世系念法师是他编的，编得好
啊，他最后是念佛往生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些祖师大德为我们做出实现，啊，给我们指出一条成佛之道。啊，所以念佛称为妙行。世尊在《大集经》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啊，称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是无上深妙禅。啊，所以说是众山中王，庙中之庙啊，经中之经。啊，你修其他的法门，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啊，为什么呢？他要断烦恼，才能向上提升。啊，烦恼断不了，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唯独净宗这一门，他主张的是待业往生，也就是说，烦恼不断没关系，待到极乐世界再断。这一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有三个条件：真心、真想去、真念佛就行了。你看，这么简单。本经第24、25这两品，专门是讲往生的方法。前一品着重在往生的品位，这一品着重在方法。于正因中啊，发心念佛是为首要。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啊！啊，这一段经文总共啊说了六桩事情。第一个，受持本经啊，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以什么方法呢？就是以这部经。第二呢，求生净土啊，真正发心呢。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我们皈依，皈依阿弥陀佛。第三呢，要发菩提心。菩提心要像藕益大师所说的，对这个法门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愿，真信，真愿意往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藕益大师所说的，啊，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啊，他万缘放下了，一心一意的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第四呢，要严持戒律。啊，前面讲的很多。
啊，现在我们的戒律做不好，原因在哪里？没有从根上下手。啊，古人比我们好，古人从小就扎根了。啊，根是什么呢？根是《弟子规》。啊，我在静业三福里头讲得很清楚。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往生净土第一个条件，必须要遵守。啊，怎么孝养父母？怎么样尊师重道？把《弟子规》学会了，落实了，你就做到了。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给我们开的小路啊。如果不走这个路呢，那也行。你觉得跟着释迦牟尼佛指导的这个路子，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中国古大德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就不必学小乘经。啊，如果儒也不学，小乘也不学，啊，大乘落空了，怎么学都学不像。啊，所以儒释道这三个根呢，比什么都重要。无论在家出家，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好好的落实，啊，不是念书，也不是讲透，要真做到，啊，那才管用啊！啊，第五个呢，饶益有情，啊，我们今天讲了，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啊，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我们不求人天福报啊。啊，人天福报都不求，何况眼前的这些名利。啊，五欲六尘，通通要放下。啊，最后第六段，一佛念佛。以上是因，下明其果，因果相随也，如身于影。啊，因明白了。要好好的修啊，下面再说苦，有因一定感苦，如身于因身是因，在日光之下呢，有一个影子，啊，淫不是身，但是淫离不开身。啊，离了身没有淫，离了淫没有身。世人命中啊，如佛色相，果报现前了。你在临命中时，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不会有人代替，这个要记住啊，肯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接引你时候，你的时候，
佛光照住你，你自己感觉到你站在莲台上，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经上世尊随缘说的，啊，随我们众生缘，说身相有32相80种好，啊，相好具足啊。而实际上呢，你会大大的感到意外，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止32、80，不止啊。啊，是其人如佛了，具金色身32相啊，并具种种如佛之功德庄严啊！为什么呢？佛光一照，佛的本愿威神加持你，把你提升到阿惟越支菩萨啊！不是你真的证得了，是阿弥陀佛加持你，没有证得你也有啊。啊，僧宝刹中啊，速得闻法。啊，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上学。在阿弥陀佛大讲堂里面去做学生。啊，听佛的教诲。啊，极乐世界。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这么清楚，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说极乐世界有政府啊，有国王，没听说过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士农工商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各行各业，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非常单纯啊，只有老师学生，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很单纯，就这两种人啊，而且他们的身与他们居住的国度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一边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业惑相啊！啊，诸位懂得什么叫业惑相？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都是业惑相啊！惑是组合，疑是一个东西。啊，佛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业惑相呢？即为之为业惑相。啊，现在科学家知道了，什么业惑相？量子业惑相。啊，佛经上称它为即为之为，现在科学家称它为量子。啊，黄念老在注解里面给我设定名词叫中微子啊，这个是最近30年物理学家才发现的，全是这个东西组合，一合相啊，一合相不是真的，缘聚相就现，缘散相就没有了啊，聚散无常啊！
极乐世界不是一合相，啊，它是什么？它是法性身、法性土，啊，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你看，我们饮食睡眠耽误多少时间？他那里不需要啊。所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就进入这个学校。你在课堂里面呢，进去课堂，离开课堂你就成佛了，就毕业了。这个妙啊，妙极了！哎，真的是一生成就啊！啊，那坐在这个课堂里面，时间要多久呢？时间久站，各不相同。为什么？有人很精进，哎，他就早一天毕业。啊，有人稍微懈怠一点，迟钝一点，他就晚几天毕业，这不可思议啊！啊，一般，如果我们看三杯九品，那比照华严经，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要这样对比看呢，那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啊，这是什么？一切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啊！极乐世界快速，超出诸佛刹土太多太多了，这不可思议。啊，换一句话说，你到极乐世界，你什么时候成佛？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人往生极乐世界，当天就成佛了。为什么？大乘教理佛常讲啊，我们只要把三种烦恼放下，就成佛了。佛告诉我们，放下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啊，放下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断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啊，这是放下一种啊。再放下第二种，分别。分别也就是大乘教里所讲的尘沙烦恼。啊，这个一放下了，你就是菩萨了。比阿罗汉辟支佛高啊。啊，最后能把无明放下。啊，无始无明也放下了，你就永远脱离十法界了。啊，到哪里去了？成佛去了，到十宝庄严土去了。啊，十宝庄严土有四十一个阶级。啊，我们更新钝一点，差一点。那四十一个年级嘛，从一年级、二年级慢慢就毕业。啊，要多长时间呢？
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了，你就成妙觉如来了。妙觉如来给诸位说，不住在十宝庄严土，他住哪里？他住常寂光了，那就是究竟圆满了。可是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有很多人，不是少数啊，他们非常快速，有能力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同时放下，一念当中就放下了。他一念放下，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为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呢？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慧能大师就是一时放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也是一时放下。这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豁然开悟了，就放下了，这就成佛了，就毕业了。是极乐世界有这个特别班呢。那不是普通班呢。我们欲细细去观察，去体会，极乐世界确实不可思议。俗得文法，文法就开悟，开悟就证果。所以此人命中色相如佛，并俗得文法。我们在这个世间文法不容易啊，而且说法的人都是凡夫，没有开悟，没有证果。怎么能跟阿弥陀佛相比呢？真正喜欢闻法，赶紧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二类的证言。佛慈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语，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这是第二类的证言。这个其中有三个小段。第一小段
修心是善。第二个小段，昼夜念佛。第三个小段，至心皈依，顶礼供养。第一类的，上辈往生的人。这第二类的是中辈往生的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一个，修行是善。据法界次第，摄善呢，即是止恶。止恶之前呢，则不恼于他。行经之善呢，以利要一切。这两句话是总说。真正想修善行，想学菩萨，第一个，不能叫别人因我而生烦恼。啊，别人生烦恼是因我引起的，我就错了。啊，诸佛菩萨是绝对不会。啊，所以诸佛菩萨跟大众接触，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不是欢喜吗？啊，你看中国佛教。表法教人。正规的佛教道场，寺院庵堂，进门头一个建筑是天王殿呐、啊，这大门呐、啊，啊，进天王殿你头一个看到谁呀、啊？弥勒菩萨，布袋和尚，他坐在当中，面对着大门口。啊，你头一个见他。啊，他是什么样子？满心的欢喜。啊，所以我们有人称他做欢喜佛。啊，满心的欢喜啊。笑面行人。啊，肚皮很大，表现什么？能容万物，能包容啊！啊，古德用八个字形容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八个字是你入佛门的条件。你能具足这个条件呢，你才有资格入佛门。啊，那我们在此地就知道了。啊，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不能像前面第一类的啊大精进禅定，这个大字可以灌下去，大精进大禅定
啊，我们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净持境界。我们在经典里只能够选一两种，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个净持境界，那是光修多闻，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这个做不到怎么呢？要当作善，那就是不恼于他了，利要一切。所以一定要学。与一切众生接触，用什么心呢？欢喜心。这个欢喜从哪里生呢？那你一定要记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的不是假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呢，皆当作佛。我们跟众生一接触，什么佛来了，多欢喜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阿弥陀佛来，你欢不欢喜？你能把每个人都看作阿弥陀佛，这欢喜心就来了。这个人我讨厌他，看到他就生气，那就罗刹心现前了。那就不是修大乘的了。不是修净土的。修净土修大乘，见一切众生一定生欢喜心。我欢喜他不欢喜。不要受他影响，要让他受我的影响，我不能受他影响。为什么呢？我知道他本来是佛，他自己不知道。我知道啊。所以我们心目当中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他修地藏法门的，他就是地藏菩萨。他修观音法门的，他就是观音菩萨。修普贤法门的，那就是普贤菩萨。净宗是修普贤法门。你看本经第二品还是续品，课题得尊普贤，这就说明啊，极乐世界通通是修普贤行的。普贤行这个十大愿望头一个离尽诸佛，能不欢喜吗？见到任何人欢欢喜喜，合掌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菩萨，用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去接触，这就对了。不修普贤行，华严经说的，菩萨不能成佛。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都很快成佛？因为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修普贤行。
普贤行的前面三句，礼敬祝福，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要真干呐、啊，要真正把它落实啊。啊，供养当中，我想很多同学都念过《金刚经》，《金刚经》上说得好：“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都比不上法供养。”而且说法供养其中的一句偈，为什么？法供养能帮助他开悟。大千世界七宝供养，他开不了悟。佛教重法不重财啊，财是要舍掉的。啊，可是财这个事情奇怪啊，越舍越多啊。怎么办呢？越多也越舍，不能留啊，通通把它舍掉啊。确实越舍越多，越多越舍。啊，到哪里去学呢？印光大师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就是行法布施。啊，印祖他老人家在世，啊，他出名很晚，70岁才被人发现。哦。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啊，真正是通家，被社会大众尊敬。他老人家80岁圆寂的，真正弘法立僧只有10年，10年的成就，在近百年当中，出家在家。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这是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他的成功，中国古人说的一句话，叫厚积薄发。你看他修行10年，没人知道。啊，70岁，偶然的一个缘分，有一些居士研究经教的，啊，到普陀山去玩，无意当中遇到了，跟他一交谈，啊，觉得这个老和尚了不起。啊，回去之后，在报纸、杂志里写文章，啊，对老法师的恭敬赞叹。老法师出名了，啊，开始弘法立僧，他用什么方法？他用书信，就是印光大师文钞，因为他说话家乡口音很重。很多人听不懂啊，所以用文字来弘法啊，留下来的文钞啊，文钞的内容太丰富了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大乘小乘
他们有一样不通啊。啊，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门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十年当中，敬仰他的人太多了，供养太多了。啊，四众弟子的供养，他做一桩事情，印经，他不做别的，就做一样。啊，自己搞了一个印刷厂，在苏州报国寺，叫红化社，红化社自己印书。啊，那么他知道啊，在那个时代，文字宣传是最有利的，啊，效果也很大，啊，凡是读书的人都喜欢读他的书，啊，那么他的书籍成本流通，不赚钱的，书也印得好，啊，校对精确，称得上是善本书。我读到他的书，想到他老人家的为人，啊，他的苦心教诲，我学他。啊，四众同修对我的供养呢，我也全都拿去印经了。啊，向全世界借阅，啊，所以法缘就很殊胜了。啊，钱多了多印。钱少就少印，啊，这个两年印的不少，啊，我们印大藏经印了7000多套，啊，我们的目标是向10000套印大藏经，啊，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向书店里买书。他给我特别优惠的价钱，我买的多啊！啊，四库全书买了100套，啊，赠送给大学图书馆，啊，这个书已经在分散了，啊，四库会要200套。书还没出来，今年年底出书了，啊，200套，这2套书，告诉诸位，美金1000万，啊，都是用这个好事情啊，这中国传统文化不会上市了，啊，出了这个。培养真正想学的同参道友，啊，现在在马来西亚蔡李旭那些老师们，啊，大概有30多个人。他们发大心，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对于中国传统化，对佛法，为续佛慧命，为正法久住，难得了。这些人当中，将来绝大多数是以出家身份出现。
啊，我们全心全力照顾他，希望他们安居乐业，啊，提供他修学的环境，希望他十年像闭关的形式一样，每个人专攻一门，这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十年之后就专家了。啊，或是经师，或是论师，或者研究戒律的律师，十年之后，佛门有人才出来。啊，流通经典很重要，但是经典没有人讲解不行啊，你看不懂啊，啊，需要培养一批老师啊。啊，对中国传统的学术，儒家、道家的、佛家的，啊，这些人才，我们通通都要照顾，啊，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佛法，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我们的担子很重。我们会做得很辛苦啊！啊，什么时候能恢复呢？总得三代、四代、五代以后，不是一代就能复兴的，没有那么容易啊！啊，我们这东西断掉了，有一百多年，慢慢的恢复起来呀，大概也要一百年。所以现在培养人才比印书还要重要啊！印书有钱就可以印了，人才可不是短时期能培养成的，至少十年啊！所以这是我们当前的大事啊！啊，是我们当前的真正的善行啊！这是首先，你看之前之物啊，我们以前造的错事情要改过自新啊，记住，绝不伤害别人。绝不能叫别人因我生烦恼啊！要念念呢，礼要有情。下面这讲十善，第一个不杀生。知情杀生之恶行，当行放生之善行。没有修复之前，不了解杀生的事情做得很多，虽然没杀人，大概除了人之外这些众生都杀了，特别是小动物啊，蚊虫蚂蚁啊，苍蝇蟑螂有没有杀过？杀了多少？不计其数啊！你别看小蚂蚁，它也是一条命啊，它也是一尊佛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它也是一尊佛啊。啊，学佛之后才明了，现在看到这个小动物都合掌，蚂蚁菩萨、蚊虫菩萨。我们都称他菩萨了。啊，他要来叮一口的时候，我们就供养。啊，他不要不就吃一餐而已嘛。啊，我供佛嘛，供养佛嘛。
那供养佛有功德了，你不杀死有罪过啊？明白之后啊，我们的心态统统改过来了。我们跟小动物和睦相处，互相尊重。我们称他是佛，他也称我们是佛；我们称他菩萨，他也称我们菩萨。非常好相处。特别是最近的十几年。我在澳洲12年。在那个地方有个院子很大。我们种菜，种了一个很大的菜园。菜园每一天产量可以供养300人。那我们的道场每一天吃饭的不超过100人。所以我们的这个蔬菜就很多。布施。凡是到我们这个小道场来的人，一定都送蔬菜让他带回去。我们的这个12年来成功在什么地方呢？跟这些小虫们合作，蔬菜都有小虫吃我们跟小虫订约菜园里面划一个区域专门供给他们的小虫吃都到那边去吃我们这边他都留的，他的确他都不来。到菜园一看你就晓得，被他吃的那个菜叶上一个一个小洞，这边完全完完整整一个都没有，可以沟通可以合作，互助合作，我们要养自己，也要养他们，我们种的果木树。果木树很多，品种有30多种，不同的果木，鸟要吃，我们跟鸟亲友，专门指定几棵供养他们的，我们也很用心照顾，培养给鸟吃的，没有指定的，鸟不会吃。12年呢，不是一天两天呐！这个做成功了所以动植物、念植物，我们都有往来菜园里面，现在管菜园的是悟清法师。他告诉我，前年的事情，他有个晚上睡觉丝瓜托梦给他。我们菜园也是种的有丝瓜，托梦给他。他说他已经很老了，为什么还不采他？到第二天去的，他就照托梦的这个指示的去找，果然找到了，真的太老了，那已经不能吃了，留他做种。跟他说留他做种子。你看看，丝瓜长熟了，因为前面有这树叶遮住，没看到。树神托梦。他们听经念佛往生了，我们听到的信息欢喜学院成立了10年，学院门口几棵树的树神，他们天天听经，2个往生
啊，鬼神修行比人好啊。啊，小动物有感情啊，我们爱护它，它爱护我们啊。啊，所以决定不能够伤害。啊，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我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啊，所以要爱护他们，要关怀他们，要照顾他们，要帮助他们。啊，包括对树木花草，对山河大地。啊，放生要有这个心，看到了就要去做，不要怀疑，不要去考虑。啊，那么现在有很多道场做法会的时候，啊，大量去放生，预先呢，到那个捕捉的人呢，跟他去订货，这个错误。为什么呢？鼓励他去抓。啊，这不是个好事情。啊，放生应该在平时。啊，不要定日子。啊，那一种放生被抓来的时候都恨你。你看，你不去买他的，他不就不抓我们了。啊，我们都要想到啊。啊，每天到市场去买菜，看到些活的东西，仔细去观察，它真能够活得下去的，买了放生。啊，看它那个样子，放生的时候它也活不了了，那就不必买。给他做三皈依，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就好，跟他结这个缘。啊，市场人多，念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不方便，默念。啊，他听得到，别人听不到，他能听到。啊，默默的念。第二呢，不偷盗。偷盗啊，指钱盗他财物之恶行，当行布施之善。如果啊，譬如财物，这是举一个例子啊，或者是平常日用的这些东西，佛法讲不逾矩，那就叫盗啊。物有主的，主人没有同意，不论你是不是拿来用，你没有拿来用，你把它的位置移动了都不可以。为什么呢？那主人找不到了。啊，都算是盗窃。啊，所以你就不能动它的。一定要主人同意。啊，这就不是盗窃。啊，所以只要有一念占人家便宜的念头，这叫盗心。啊，虽然你没有这个行为，但是你有盗偷盗的心。啊，有盗心，
遇到这个缘，可能就有偷盗的行为出现了。啊，所以要从哪里断呢？要从心上断。啊，决定没有占丝毫便宜的念头，要从这里断。啊，要把这条戒做好，首先要知道戒禁，啊，不要浪费，啊，生活简单，这个念头就不会生了，啊，需要的很少，啊，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啊，过去的修行人，他们在山上建个小茅棚，就地取材，砍几棵树，上面大茅草，遮风雨就够了。身心清净呐、啊！啊，佛陀在世那是更干净。但是那个生活我们做不到啊！释迦牟尼佛他是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连小茅棚都不要啊！我们今天没有他们大那么大的福报，你看他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他不怕，他不生病，那是身体好啊，我们今天不行啊！啊，在树底下坐一晚，啊，至少有露水呀、啊，恐怕到第二天到加护病房去了，又得麻烦别人照顾你了。啊，那不是学释迦牟尼佛，那是找麻烦的。啊，所以现在一定要晓得，啊，我们过最低生活的标准，多自在啊，多快乐啊！啊，钱财对我们几乎说没用处啊，啊，没有用钱的地方啊，啊，所以我常常告诉我同学们。都是真话，你们对我不要供养，供养什么呢？我要替你们去做好事，要操心呢。你们都不没有供养给我，我多自在啊，多快乐，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以前这个年轻还有这个力量可以帮大家做事，现在85岁的老人再叫我帮你们做事，你们于心何忍呢？啊，这是说明不必供养我。啊，有真正需要钱的地方，我会在讲经的时候附带告诉大家，你们直接供养去，不要让我转手，啊，别让我搞这个麻烦。啊，我们印书吧，我也想到此地就算截止了，以后不再搞了。啊，晚年，啊，我每天讲经4个小时。啊，这个生活很快乐啊！啊，每天我读经4个小时，啊，跟大家在一起分享4个小时，其他时间念佛。啊，这是你们对我的真正照顾。啊，这个不偷盗这一条是非常不容易做的。
啊，这一条在五戒里头有，沙弥律仪十戒里头也有。啊，沙弥律仪正注里面讲的很详细。啊，沙弥律仪在家人可以看。啊，在家人只有比丘、比丘尼戒不可以看。啊，菩萨戒、沙弥戒都可以看。啊，都应当认真学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